蜜蜡频道。前几天呢，我们在频道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尔湾花果山220万的独栋别墅。那个视频播出后呢，上市一天房子就卖掉了，很多经纪人朋友们还有客户朋友们都意犹未尽呢，跟我说还没有来得及给 offer， 怎么就卖掉了呢？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同社区的同年份同户型的。那我们上一次介绍的呢是215 Piazza， 那这一栋呢也是我的投资房，现在已经售出，而且是超出 asking price， 具体多少钱要等过户的时候才让你们知道了。那我们斜对面的这一栋呢，216 Piazza， 同样的户型，也是康摩的二号户型，私房四卫，2769尺，2022年春季竣工。这一栋黄色的小洋楼也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房源。这栋房源呢，目前是属于未上市房源。你看它门前呢是有这种 driveway 的，就是有停车道的。所以说 ，Combo 呢是属于独立别墅，并不是什么独立 condo 啊，或者是什么小独栋啊这一种。所以独立别墅的这一个 Combo 的二号户型呢，占地不到4000尺，那后院呢已经是修好的，里面内部的这一种投资房的配套，比如说窗帘呐、电器啊，全部都是配置足的。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是可以带租客出售的。Combo 这边的租金呢一直比较稳定，那因为这边是北牧学区，所以这个社区目前的这一种热度，还有这种大家对它的需求度还是蛮不错的。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参观一下喽。Combo 的二号户型呢，一进门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门厅的空间，你呢可以做一个置物的柜子，在里面放一些出门摆钥匙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必备的设计。那 Combo 的户型呢，尺寸非常的好，2769尺，很适合四口之家呀、五口之家呀。里面的功能分区呢，其实是蛮好的。那厨房这边呢，我们有做这样的升级版的10英尺，而且一直延到橱柜顶部，所以在保洁上还有持久度上用的都是很好的。电器这边呢，全部都是 KitchenAid 的品牌。那 KitchenAid 呢，是一个比较好评的老美品牌。下面的这个炉头呢，也都是火的炉头，很适合中国人炒菜。那我们这边呢，有6个炉灶，而且用的很新，保养的都很好。水池呢，也是一个双盆水池。那这边呢，因为当时是我陪屋主做的升级，所以它的升级呢，全部都是一些很高性价比、很实用的好物。比如说这个水池吧，它是一个双盆，而且是下面有一个滴滴的这种栏杆呢，既不会废水，又可以同时洗多个锅具，还可以有一个分区的功能哈。那这边的这个冰箱呢，也是当时和建商买的，全部都在保修期间内。这栋房的建商呢是尔湾公司，那么尔湾公司的新房呢，一般都会有2年的保修，架构呢全部是10年，那电器呢也会跟厂家额外有一些保修。厨房这边的设计其实蛮好的哈，你看这个有一个斜着的这个储物间，里面可以收置很多这样的置物的，所以说这个厨房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无论是炒菜呀、洗碗啊，或者是旁边后面的这种橱柜储物啊，都是一应俱全。旁边的这一个餐厅呢，其实是当时我最喜欢 Combo 的地方，因为它的功能分区特别的好，这边是餐厅，那边是客厅，所以这边吃饭，那边可以看看电视什么的。那这边呢，其实有一个全景大拉门哈，尔湾公司的这种拉门呢，其实当时是标配的。近年来，尔湾公司呢，也是因为一些进货的问题、 supply 的问题哈，其实他们现在这种合金式的拉门已经很少了，可能换成一些白金的，就是硬度没有这么大的那种坐式的哈。这个客厅呢，你可以看到设计很好，地上的这个金色的圆标呢，其实是一个地线，就是说老美他喜欢用这种地灯嘛，那地灯的话如果有一根走线走到墙上就不是很好用，所以放在这里还是蛮好的。客厅这一边呢，除了有这种标准的这个百叶窗以及地灯的这种配备哈，走到后院呢，其实也有一个室内外的这样很好的一个过渡空间。那90度的旋转拉门，要知道这在托尔啊，可是一个大约$50,000左右的升级。尔湾公司这个配套呢，其实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这个门呢直入餐厅，这个门呢直入客厅，无论你是在家庭娱乐的时候，或者是吃晚餐的时候，想出来外边呼吸一下尔湾这一种非常清新的气候，听一听这种鸟叫的声音，去放松一下心情也是很方便的。这个院子尺寸其实蛮好的，这个空间你可以做下一些户外的这一种沙发摆饰。那旁边呢，其实我们还做了一块小小的假草，而
且做了一些水泥砖的这种配饰，四周呢还种了一些花。那因为现在是早春的关系哈，很多花呢其实还没开，待到它们都开得烂漫之时，便是这个后院非常可用之至了。那假草空间呢，其实也可以养下一些小宠物，而且这个社区的邻里配套特别好，光是会所就有两个，山上一间，山中一间，两个呢全部都是山景会所，可以看南洱湾很漂亮的城市万家灯火。而且泳池内部呢全部都是恒温的，永远都是温温的水池，所以在里面游泳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体验哦。现在的新房呢，其实它的好处有很多啊，比如说尔湾公司这边的全新智能的操纵开关，如果你们家连上了 internet 网络，那一切呢都可以用手机操纵，比如说车库门啊，灯光的明暗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设施等等，甚至有一些家用电器也是可以的哦。那进门呢，一楼这边呢是有一个一房一卫的，那这一个卫生间呢它是一个淋浴房，而且里面的这个洁具呢也都是额外的升级，其实是一种双头的很好用的设计哈。那一楼的这个房间呢其实很多用，它内置有衣橱，你呢可以拿来做这种卧室给老人用，也可以拿来去做书房。这间房对面呢就有一个储物空间，一栋房子的储物空间呢其实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空间的设计呢很合理的利用到这种楼梯下面的这个空间哈，里面呢其实可以放下很多的箱子，如果你有很多的陈年旧物都可以塞到里面去。那这个户型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呢也是它两个门的设计的方向哈，正门在这一边，车库门呢在这里。平时呢其实很多车库还是蛮实用的，大部分美国这边呢开车回家呢平时都是走这个门的，双车位的车库，而且很宽敞，你可以做防水地面，也可以做一些额外的置物收纳。二楼这边的户型设计呢也是非常的科学合理，主人房呢在楼梯右转的方向，那所有的客人的房间或者是家人的房间呢是在左手边，还有 loft。 那主人房呢这间卧室二号户型比一号户型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卧室真的是十分宽敞，而且呢开窗超级多，你看这边有四盏，这边有两盏，一共六盏开窗。而且这个天顶啊它有做了额外的这种雕花凹槽处理，所以增加了一些小趣味。那这一边的这种户型格局呢其实也是蛮可以放下一个置物桌呀，化妆台呀，这样的设计。主人呢是内置的洗手间，内置的 master suite 就是套房。洗手间这边呢我们也全部都做的这一种非常耐用耐脏的这种白色的石英石台面，那中间呢还有一盏开窗，这个窗户呢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绿油油的花果山哈，旁边两个镜子，而且台面足够长。女主人呢你可以放下很多的这种化妆品，干湿分离的洗澡的空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衣帽间了。那衣帽间呢你也可以配合我们这边的装修设计做成白色的内置小灯光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户型你可以把它做的既精致又实用。二楼的这边的走道呢其实也是非常宽的，康姆二号户型其实最受家庭喜欢的呢就是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称之为 loft， 建商在设计的时候呢这个空间可以做成额外的一房一浴，那样呢就是方便家里面比较多的人口啊，比如说做到五房。那其实我个人呢更加喜欢保留这种阁楼空间呢，因为二楼的小厅真的很实用，平时工作下班之后呢如果我上了二楼就真的懒得再下到一楼了。那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这个电视啊，电视柜啊，书啊放到这儿，平时在这儿看个剧啊，追个剧啊，吃吃零食，或者是辅导个小朋友功课，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面墙的后面呢就是另外两间次卧，这两间次卧呢每一间都是内置的套房，所以说完全没有共用的烦恼。而且在中间的地方呢它还做了额外的上下柜的置物收纳，不得不说这一点尔湾公司做的真的是非常好。另外呢二楼的洗衣房也是在两间次卧的中间，这个设计呢其实是蛮鼓励你的子女自己去洗衣服的，而且呢这个洗衣房坐在这里，主卧呢也不会觉得它吵，所以说二楼的这个设计呢真的是蛮好的。那窗帘这边呢其实我们全部都做的木质百叶窗，作为投资房来说，这样的一个窗帘其实也是一个蛮奢华的存在了。采光窗这边呢我们做的是拉帘，既保留了这种充足的光线又很美观，所以说这一边的设计呢屋主也是用了心的。花果山 Reserve 社区呢其实开盘已经有两三年了，目前其实很多的独栋别墅呢都已售罄，在售的呢只有 Combo 的零星几栋以及山上的 Revello 三景房了。那这个社区呢其实好评数还是蛮好的，因为它所搭配的学区小学非常近，高中非常近，
初中呢也不错，而且都是尔湾的顶级学区，尔湾公立学区。地税来说呢也很低，大约是1.3%的年地税，物业费呢是每个月$299。那这一栋呢是属于未上市房源，我们目前定价呢是$2,800,000。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联系 Mina 咨询详情。那我们这一栋的付款方式也是灵活的哦。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